万万没想到这些明星年轻时全是男神女神。朱咪咪美得太超过，但容嬷嬷更让人最惊叹啊。万万没想到这些明星年轻时全是男神女神。朱咪咪美得太超过，但容嬷嬷更让人最惊叹啊。一组影视明星年轻时和当下的对比照，其中容嬷嬷早年镜照让人惊叹，网友纷纷吐槽图得销魂，表这样那叫淳朴好吗？那些你以为泯然路人的大叔大姐，当年满满胶原蛋白的脸真的可以惊艳你。将大卫打眼一看和周董，万万没想到这些明星年轻时全是男神女神。朱咪咪美得太超过，但容嬷嬷更让人最惊叹啊。一组影视明星年轻时和当下的对比照，其中容嬷嬷早年镜照让人惊叹，网友纷纷吐槽图得销魂，表这样那叫淳朴好吗？那些你以为泯然路人的大叔大姐，当年满满胶原蛋白的脸真的可以惊艳你。将大卫打眼一看和周董有一点像，不过相比之下还是年轻时的江大叔更帅气一些。李明启、容嬷嬷也有年轻时，秦沛他们家基因好啊，秦沛的两个孩子也很好看。朱咪咪年轻时是个十足的美女，郑佩佩年轻时是清纯玉女，刘雪华印象最深的是那双眼睛，当真如书里所说，羚羊一般，哭起来水汪汪亮汪汪，太美了。归亚蕾一直很有气质，Sponsored ads 赵雅芝标准古典美女，现在也依旧很美的不老神话。宋丹丹年轻时也是个标准的大美女，谢霆锋的妈妈迪波拉，香港70年代第一位港姐冠军，美貌程度还用说吗？戚美珍，因她美丽大方的外形、优雅清新的气质，曾被观众形容为“花中百合，水中清莲”。汪明荃被评价为长相清丽脱俗的，就像纯净水一样。冯宝宝具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古典美。 Sponsored ads 刘松仁，其实刘大叔现在也很帅有气质。最后不多说了，上图严学晶年轻时和现在的区别也不太大嘛，不过她在陕西卫视《幸福36季》里扮演的婆婆可是让罗晋小两口吃尽了苦头。女人保持年轻的方法，试问每一位女性，有哪一位不想自己青春常驻？有哪一位不想自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？女人都希望自己永远都不会变老。其实这也不是不可能，
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，他们是怎么保持年轻的呢？保持年轻，一，清晨醒来时多吃食物，这是更快燃烧脂肪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早餐在饮食计划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人处于睡眠状态时，新陈代谢的速度会达到最低。 Sponsored Ads 随着清晨的苏醒，新陈代谢会逐渐恢复正常水平。醒来后越快吃早餐，新陈代谢的速度就提高得越快。如果你是个晨练爱好者，运动前要保证吃一个香蕉，运动后再吃早餐。茶或咖啡不可代替早餐，燕麦片拌水果，或是一个熟鸡蛋和一碗粥、面包，都是早餐不错的选择。保持年轻，二，餐前餐后多补充水分，饭前饭后都应补充大量的水分。 Sponsored Ads 身体缺水时，新陈代谢的水平会比原先降低减少 2%，这时候避免喝茶、苏打水、咖啡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。在咖啡因的作用下，身体只会吸收一半的水分。保持年轻，三，精神食粮。谁想脑子灵、思维敏捷和工作效率高，谁就应多吃碳水化合物丰富的食品和补充维生素 B， 核桃、粗面粉、面包和香蕉是你首选的壮脑品，因为它们供给你脑力劳动所必需的精神营养。保持年轻，四，吃葡萄籽。葡萄籽里最重要的成分是含 85% 的原花色素，原花色素是一种生物类黄酮，是超强的抗氧化剂。这种天然物质是我们人体所不能合成的，它能有效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，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，维生素 C 的20倍。Sponsored Ads 目前葡萄籽的抗氧化能力也已得到国际公认。葡萄籽美容养颜、延缓衰老，是女人保持年轻的法宝。保持年轻，五，不停的运动。把日常锻炼分为两部分，例如清晨20分钟的力量练习，晚饭后半小时的散步，新陈代谢的速度将会增大一倍。就是说分阶段练习，比一次性练习更容易消耗热量。每小时抽出5分钟的时间随便走走，同样会收效。但是不要走入这样的一个误区，不要认为运动一秒都会奏效的。保持年轻，六，来不及吃早餐别空手上班。如果你来不及吃早餐，应事先准备好一个粗面粉、面包、一点水果如香蕉和一瓶酸奶带到办公室。一样，饿的时候就能随手取到一份强力早餐，为工作及时加油。
保持年轻期，和孩子一样喝奶，一天喝三杯酸奶的女人会比没喝酸奶的人多消耗 60% 的脂肪。是什么让酸奶变得如此之神奇？答案是酸奶里丰富的钙离子，它充当着催化剂，使身体能更快地燃烧脂肪。酸奶搭配豆腐、蔬菜、谷类食品食用，会更好地发挥效果，保持年轻吧。睡不好会发胖，每天睡5到6小时的人，平均比每天睡7至8小时的人重6至8磅。当正常睡眠时间被剥夺时，身体会产生大量的抗压激素，以减缓新陈代谢的速度，同时第二天的食欲也会增强。如果早晨必须7点起床，前天晚上最好在11点左右就寝。睡觉前不要看电视，可以泡个热水澡，或者读本不错的小说。参考来源。